解到呢，真正的阿比拔智多有一身补处。我们先搬到白净生活管理科学，我们透过我们的意图，我们调理大脑脑中小脑生物的结构，我们看到我们只要了解到呢何谓阿比拔智，我们要从阿弥陀佛您了解，您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了。我们今日特别的来将这一个佛经，尤其是量子佛法人体图书馆大藏经白净佛门课诵本，我们请翻到我们的阿弥陀经，请翻到49页。49页，好，我们首要的来从第一行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为何一定要请白净家人一定要回到永明佛，是我们不断的上课才能够知道。我们现在从第一行来理解啊，第一行，我们49页第一行。好，我们同声开口：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舍利佛，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又舍利佛，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比拔智，其中多有一身补处，其数甚多，非是善事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解说。舍利佛，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得以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舍利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哦，这非常重要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大脑里面这个结构，本身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请翻到我们的白净生活管理科学118页。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大脑，你可以看哦，其实我们每一个当下，我们会从我们的大脑皮质，因为大脑皮质它不断的可以产生新的神经元。那所以我们了解到呢，在佛国，身为佛国，我们是如何透过呢大众呢集善知识。但是您要进的善知识，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福德因缘。所谓的福德因缘呢，积极付出奉献，以最大的宇宙公约，就是呢会站在一个无私的奉献。真正的呢吃亏，原来才是我们内在最圆满的清净心。何谓吃亏？我们会懂得整个宇宙的大自然跟大平衡的能量，就是要我们给予。所以懂得断舍离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大脑的啊，就是百会穴就开了。所以它的宇宙原因，我们了解到呢，这是我们在百会的之中啊，咪，也就是我们从我们松果体也看到这个所谓的无边无际的能量了。所以我们过去很多修行人会所谓的神通啊，那我们要了解到真正的智性通，你要过去无始劫来了解到呢，阿弥陀佛是法界长生，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所谓的比如说《悲华经》里面告知我们的这个无正念国王他也是透过在我们的《阿弥陀经》里面五劫已经成就了。所以现在呢已经呢经过十劫了这是在我们的《阿弥陀经》一样48页的倒数第二行就有了所以我们经过这整个生命的染色体的基因转换，我们透过质子是正电，电子是负电，折合起来呢刚好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星星之光。可是你要进入到星星之光，我们就是要将我们维系的什么尾核里面，我们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就是来自我们进入到塔，就是我们的专注度，这个就是我们的大脑扣带回了。所以这是我们最后一世的一生补处，也就是呢只要我们进入到我们的佛果，几乎都是阿比拔智了，就是完全不再退了，不休息了。所以它里面当中全部都是由仰赖着我们的弥陀佛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因为我们的这个塔，也就是专注，就是集中一点。假设我们用我们的中文的意思就是阿弥陀佛，所以这个陀就是集中一点，至心一处。那这个把，也就是我们的佛，就是白净士。
对，就是觉悟清净不生不灭，所以这个是代表已经是清净的无垢识了啊。所以我们了解到如此的殊胜，就是要透过一句阿弥，他把阿弥陀佛宇宙本具足的，我们也透过了解到宇宙它的频率呢，是透过我们人类的重力当中有电磁力、万有引力、强项作用力、弱项作用力，我们如何去使用它？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单一的由这个太阳光，从我们的细胞每一个当下念佛我们可以用观想的，也可以透过太阳光，也甚至可以透过十念法十念法。那所以我们在读诵的时候呢，会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清净的一个明亮之体所以我们这次呢非常难得，我们要恭喜我们所有的百姓家人，以及我们所有的潮水众甚至在整个十方法界众生当中的未来佛，我们要透过此生一定要将我们的阿弥陀经的48大愿我们也看到我们的48大愿呢，我们翻到我们的课本的最后封面的底面来看一下因为我们了解到佛所发的48大愿，他的大愿里面呢，从第一个国无恶道愿，不堕恶趣愿，第三身息精舍，到后来我们看有佛的32相，我们呢身无差别，我们有宿命通，有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主通、遍供诸佛，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而且我们都可以成什么念佛三昧的定成正觉持正定我们如何依佛的这个正报，让我们真正的依报在这个所谓的西方极乐佛国七宝池八功德水所以它代表的是什么？里面有重重无尽的光明的无量所以呢处安处光安乐寿命无量，声闻无数，所以我们从这个阿弥陀经里面，在佛的最常见的常随众呢，几乎都是大阿罗汉，本身又是声闻，但是又是阿罗汉当中的大菩萨，所以他们内在是真正的菩萨。再来我们外围这一圈就是菩萨再来也是大菩萨像我们的文殊普贤还有我们的观音释智奥义多，也就是弥勒佛，也指我们所有的，你可以看到阿弥陀经不断的就是要让我们来了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诸佛赞叹，就是说它是由36,119,500同名同号的所有的，我们从阿弥陀经的东方佛，从东方到南方，再到西方，再到北方，再有我们的下方，再有我们的上方，当然阿弥陀经是代表六方，所以呢我们的华严经是十方，所以你看它代表里面的重重无尽的36,1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的赞叹呢？因为在阿弥陀经里面他们不可思议的，我们来举例从这个阿弥陀经当中的东方，从东方讲南方，再来所谓的东方，你可以看到有二处比佛，最重要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功德不可思议的功德，而且是一切诸佛所复念经的所复念经的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呢，只要你读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它的光体呢，观世音菩萨，也就是他透过呢正法明如来从来没有在地球出现的，只要你念阿弥陀佛大悲咒，所有护法者必定护持你。再来我们的大势至圆通章，在我们的楞严经里面你看指一母，母一指，到后来我们还是什么六种震动大势至菩萨，你看，所以他还是将所有的人们所理知的全部都完全呢是意念佛，净念相续，即心即事，即心即佛，即觉即理，理是什么？理断舍离。所以我们终于了解到呢，阿弥陀佛如此的殊胜，就是透过我们的世尊，我们的导师，在2566年呢，无问智说，
不请自说的，从重重无尽的，从四十华严、六十华严、八十华严，最后我有我们的四十华严的普贤，一切十愿导归西方极乐世界。你看不可思议啊，连华藏世界重重无尽，到后来就是导归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楞严咒的咒心，我们守楞严哦，刚刚我们有读了对不对，第十二是定成正觉愿。所以念楞严经的他到后来完全配合大势至圆通上一样，都是导归西方极乐佛国。我们如此殊胜，再次的能够创造生命的奇迹，让我们将所有人类，因为过去当中或许您还在入身定，您进入到无色界或进入到色界，甚至在欲界里面，所有的透过我们世尊导师告诉我们的一切诸佛所复念的这一本《阿弥陀经》，我们也希望透过呢，在这个小世界的银河系里面当中，到后来我们了解到重重无尽，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西方极乐佛国的故乡。我们希望透过十方法界众生常随众，白净佳人未来佛，我们感受到了所有的万姓万灵，也就是我们的白净佳人本来无一物，我们都是来自于心佛众生合一。我们同声开口，此殊胜的能量一切回归生命的源头，也就是无量光无量寿白净常寂光，我们同声开口，为此殊胜的能量口中背后的万姓万灵及十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片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贵善知识、极善知识于一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常寂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 DNA、RNA、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感恩再感恩，无限的感恩。弟子是转学执念，念粉身碎骨，在手不及，法身遍满虚空，承担一切，只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我们也了解到不可思议的佛光啊！我们看到呢，粉身碎骨，无非就是要将我们在无始劫里面当中带来的黑暗、恐惧、害怕，我们透过无量光无量寿，也就是你只要相信愿意实践，真正的落实在日常生活，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也就是盘古开天从来完全没有进入净土的，就是这一次由我们的世尊再一次的在娑婆世界教主整个活着的时候听经闻法，让我们学习何谓真正的清净智慧的喜乐。善终整个游戏密码结束之后回归西方极乐佛国，我们同声开口，粉身碎骨十念法请诵，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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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十方法界众生、百净佳人、常随众、云端常随众、未来佛，秉持着佛光，再次的能够活着自由自在，听经闻法，回归净土。善终皆能够蒙佛接引，回归西方佛果故乡，同声开口，为世界和平，从人类自身做到平等，大爱无国界，无言大慈，同体大悲，为世界和平，同声开口，口中背后的万姓万灵及十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遍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极善知识于一处，
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长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DNA、RNA、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感恩再感恩，无限的感恩。弟子是广愿持念，愿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法身遍满虚空，承担一切，只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我们将圆满的奇异恩典共同十念，必定回归来去自如。去诵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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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感恩的心，一切如此的清净，我们将主播转交给广坚法师阿弥陀佛。